之谦拥有精湛唱功和创作才华，深受大批粉丝喜爱。近薛之谦举办演唱会，吸引许多歌迷到场支持。然而台下歌迷却传出退票的呼喊声，因为他不小心口误说错字，歌迷们就大喊退票，让他瞪大双眼直呼：“这么严格的骂，连一个发音都不能错，让我好害怕。”而整场只要他有卡词，就会掀起一阵退票声。没有用的球，就球的。而他中途还忍不住笑场，太没有人性了，我都唱两个半多小时了，你们还退票。事实上退票环节是薛之谦与粉丝间的默契，只要他有口误，现场粉丝们便会高喊退票来回应，而一晚的演唱会就被喊了十几次退票，让众人全笑翻了。